长官及来宾致辞。我们先请我们县政府的代表王凤美王督学啊替我们讲勉励。好，我们的大会主席，我们陈校长，我们的家长会周会长，代表会黄主席，我们莲花科的代表蔡老师，各位贵宾，我们南州国中全体的师生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，好，同学们今天表现得很棒，让我们所有的来宾，我们的老师看得都非常的高兴。那我想这个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老师的指导，那学校整体在这几年来都进步成长很多，这个也是要感谢老师指导之外，我们的社会各界，我们的乡代家长会，我们的企业团体给我们学校很多的赞助跟资源协助。这里代表我们的处长，我们县长，感谢所有来宾老师们大家的对学校教育的支持。那刚才的表演里面也看到学校新的这个八段锦的活动，我想这一个是直接带给同学们，也是我们的在场的各位一个很好的终身运动。那希望由尝试不同的运动项目，也从里面得到一个自己健康，好，这个是一个自己生活的一个动力。那今天的活动也希望同学们在这里努力的跑，用心的跑。刚才校长说要争取到第一，那其实这个第一并不是在这个几分几秒的第一，我想同学们用心努力，在尽其自我的发挥，这就是你们的心中的第一。那在这里祝福我们的运动会圆满成功，大家健康幸福快乐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王督学的勉励哦。